九二八教师节，何美国小规划一系列竞选活动，要来感谢老师对教育贡献。除了学生亲手做卡片、海报、献花以外，各家长共同发起朱家碑感谢老师的秘密计划。九二八是教师节，何美国小规划一系列竞选活动，除了家长会准备的竞选礼以外，囡仔也透过卡片、画图、表演。献花等方式来向老师表达感谢之意。对小朋友、还有家长、还有家长会非常用心的规划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，来感谢我们的老师一年来的辛劳。那我们有小朋友的直笛吹奏，还有合唱，以及献花给老师，还有制作小卡来感谢我们的老师。那另外呢，他们也画了老师的画像，还有海报，布置这样一个温馨的会场。那家长会还有致赠我们教师节的礼物，还有我们几位咖啡达人、园艺达人等等，大家自发性的发起一个静思活动，让老师能够在这个温馨的环境里面坐下来休息一下，然后欣赏小朋友为老师准备的画作，那喝咖啡吃甜点放松一下心情。因为老师这一年来啊，面对的这一些学生啊很辛苦，然后呢就是想要给老师一个很放松的环境啊，所以我发起了这一个活动，就是找了几个好朋友，然后一起来共享盛举这样子。独处一花，各家长发起秘密竞选计划，亲自扎着干股到学校，朱家碧来为了老师替因加油打气。他们今天来觉得这样好意外，好感动。老师，我们明年还会继续办。哇，谢谢，真的谢谢。我们明年还会继续办。感谢，果然好吃的又好喝的咖啡又是很厉害，对，太厉害了。我今天感受到满满的爱。原本就是要开花，结果门一拍开，就有真高的咖啡香，让老师是真惊喜。现场还准备点心、饮料等，让老师会当充分来放松。台中华新闻叶宏吴何美采访报道。